我现在已经来到了 SH 的演唱会，然后你看后面这边都是人哎，绝不断眼神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去找路了，因为这边非常多人，蛮紧张的。我要准备唱歌啦。好，我看到今天就是 SH 的演唱会，然后呢，我刚好就是各家媒体几乎都是全部都到齐了。今天最想听到哪一首歌？我要听，我要听那个魔力，我要听天辉。你们也太 detail 了吧，这个不一定会唱到吧？对。啊，你们已经看过歌单了。啊。这个唱到了。我不相信。